Welcome， 欢迎来临大街酒店。这本书说这间酒店已经封了过百年了。我会吓人。当时酒店的女主人叫 Victoria， 关于她的传闻有很多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美貌。不过噩梦很快开始。之后大街酒店发生了连串不可思议的事。好像看到有些东西啊。女主人应该还在这里啊。如果找到秘密大门，千万不要进去啊。走啊，快走啊。Mandy， 是不是你啊？更惊嗰啲仲有啊！黑色世界约定你。